好，接下来千玺拿的是王源的啊。哇，这好多！哇，给大家飞快的看一眼。哇，这么多！未来很长，唯有我的努力。 能让我，励志啊！未来很长，不及你的梦想长啊，都没听到半毛。好，我们来公布千玺的，算我跟海涛合作吧，我们来挑一下关键词好不好？一定让你们有福利好吗？哦，哎呦，这句，哎，对，我挑一个好不好？ 实力演员四个字了，爱你的人，还有两个字，幸福，活生生的断章取义，让我们祝易烊千玺幸福。 <笑>小凯刚嘚瑟完，现在我公布他的啦。哎，我才知道规矩是可以挑字念，是的，挑字念，自己组一个新的故事出来。哇，好多字啊！哎，大家商量一下。哎，我，他写的很正面，对啊，找不出毛病，这就很正了。保持初心，多陪家人朋友。哇。